到萨尔通化夜市美食推荐第二集。第二集，我们是不是有效率？我们答应你们会做第二集就做了，马上 right now。真的，而且还在下雨天，旁边都在车上，我们在淋雨。对，我们在淋雨，所以我们开头就简简短短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后面那间就是这样一堆，就成千上万的网友叫我们吃的生煎包。它在这个位置。对，买到我们生煎包了。我们今天这集真的是过得非常困难，在路边要吃东西。对，而且还下大雨，而且好烫哦。你先吃好了。因为很烫是不是？傻眼，超烫！我爸支持，不要这样子，我不能吃太烫的东西。就每次 face to face 的 Mandy 来通化夜市都就会买这个，他很爱吃这个生煎包哎。它皮不会太厚，是蛮有味道的。很烫是不是？我觉得我吃到好痛苦。我就吃你这个好了，肉蛮软的，可是很烫，可是很烫，皮很脆，然后肉，很嫩，头痛，好烫，怎么不烫的？哦，我们刚刚去那个什么米乐狗啊，不止米乐狗，因为也是有网友推荐我们要吃的，但是呢，它真的要等太久了。对，我们有点因为大人要上班，下一间吧，格登炸鸡。非常不幸的，今天格登没有来，哎，是不是因为下雨？今礼拜四哎。对啊。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没开的状况，然后要不然就是下雨。我觉得今天真的过得非常不顺，要不然就是要等很久，要不然就是没有开。来格登炸鸡，我们来打卡。其实我不知道这间店的店名是什么，它是卖很多台南小吃的一间店，然后它是位在通化街的偏基隆路这边的一个分支。来尔富对，来尔富对。今天主要是要吃台南米糕，不过它的当归鸭面线其实也很好吃，但是因为今天太热了，对，太热了，我不想喝汤。台南米糕。下面用的是糯米，它跟卤肉饭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我觉得觉得放凉食会比较好吃，凉的时候它比较 Q。但其实我最常吃的还是红肉饭，私心推荐在地人很爱吃的。那我考你一个问题，米糕粽子跟油饭不一样的地方在哪？粽子就是要包起来，油饭是用一般的米。你好，油饭有那个加酱油之类的。其实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解答，这是我最近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交给网友们来回答了。哪里？我们先来老李牛杂，牛杂汤真的很厉害，因为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牛的不同的东西，它有牛肉，然后牛的毛肚之类的，各种牛的内脏。它是很佛心来的一个店家，因为它其实我的爱店，它礼拜天没有开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第二集，因为我一定要介绍这间，为了这间，也为了你们啦，为了广大的观众们。蛮浓郁的药膳，对，它药膳味很重。你要加它这个姜跟辣椒的酱。让我先咬一口原味，肉很软。它的肉软到爆裂，我要先吃。哦，豆瓣吗？还是什么？很搭吧。这样一碗60元，然后可以续汤。我还点了椒麻板肠。板肠就是牛的肠。老板，我真的很辣。有好辣。有辣。但是没有那么恐怖。真的会麻？你现在好麻？没有，很好吃哎。好麻、啊。它很下酒跟下饭，它真的有辣。口感是不是跟猪肠还不太一样？长得也不太一样，我觉得比较软，比较能咬得碎，又有牛的味道。废话，这间呢，它就是有各种牛的部位，它是全牛的餐厅，牛佛啊，牛腰啊，然后当然。牛佛是什么？我们刚刚有思考要不要点这个东西，然后让大人。是啊。它芋头馅爆炸多。而它皮很脆，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爱这间的原因。这间其实是我私心推荐的，皮蛮香蛮脆的，而且它料炸多。有些人喜欢的是软皮的车轮皮，我喜欢脆皮，我都可以耶。那你有没有觉得这间很神奇？它一个才13块而已，嗯，很便宜耶，它超便宜的。玉米不咬碎啊，就是会再见到它，所以一定要把它咬碎。会哦，那你没看过吗？有些芋头吃起来就很化学，它就是感觉你是真的。我们这次非常困难的通化夜市美食介绍第二集结束啦，耶！ Yeah, 以一个非常轻快的节奏，而且我还是挡到我自己的脸。好，当然通化夜市有很多非常好吃的美食，但是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，就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介绍。但是我很感动，你知道有很多人还留言跟我讨论说，哦，我真的很喜欢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就希望我们可以介绍。你会有一个哭腔。因为我现在卡痰，我是卡痰，我以为是太感动了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要帮我们订阅频道，帮我们分享影片，然后还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如果我们真的就还是没有吃到的，也可以留言啊，这件很好吃，留言跟我们讲豆腐卷，它也很好吃。下次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